好，撕下来，我等一下去缴。因为你知道这已经放了好几天，想说他下班的时候要去缴。撕下来就把它擦掉，没擦。等一下，他这个条码。条码在旁边呢、啊，那擦掉没关系啊。对啊。小混蛋一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每次想说好累哦，想要赶快回家，这才重点，好累哦，想要赶快回家，然后就嘻嘻就回家，然后就到家之后才放开，这种安全帽都会挂这边，然后就看到发现靠腰又忘了讲他，你又这是。打电话问那个鱼哥的那个热店，突然讲不出来他。热店。要问什么热店？就是那个暖热店那个，我要问型号有什么不一样，我要找一个公司问。哦。我觉得你明天也会忘记呢，所以我叫你提醒我一下，要不然我会忘记。我假如也忘记了嘞。你忘记就算了，再改天。那就等改天吧，因为我觉得我忘掉几率很大。因为我就是今天本来想说要打，然后就忘记，因为太忙，今天忙着结账跟出货，太忙了，所以就忘了要打电话这件事。然后等我想起来的时候，人家五点就下班。停得这么边边，这么嚣张啊！我一直都是啊。太嚣张了，太嚣张。回家。你也是啊。你等一下下桥要走河堤。嗯，今天会走河堤，我今天不走三河路。对啊。快倒了。快。而且看你已经累了，一直在打哈欠。有人怎么睡啊？你没睡啊？没什么睡，早上要睡，九点等排班，然后早上起来又用那个手机铃声用了老半天。然后中午正要睡的时候，我妈要叫我起来。哦。然后你不是跟我讲要睡，我说我没有，我要出门。对，然后下午又睡了一下，三点又排班，然后排班三点睡到刚刚一出门。圣诞节快乐！圣诞节快乐！拜拜。拜拜。别说话，我们就要开了。的笑容也会梦，我反正要开了，
说话，的笑容也会梦，这样开了干我那个，我那个微信没有帮忙看。
交钱，顺便给东西，然后回家。呀，呜呜呜呀。吃冰冷哦。吃的，怎么吃的？一个反正两个一个芋圆，一个芋球。这是什么？然后这个是那个甜甜圈。什么？上文科了。啊！我昨天就上文科了，你今天还有上课，你看到？昨天呢、啊？哦，宁夏夜市很有名的，要排队的那个。超扯！然后我今天早上唱完歌，去吃了富航豆浆，还买了一份回来给彩玉，结果他说好难吃，干。没有，因为他不吃咸豆浆啊，我不知道啊。啊，咸豆浆，靠，我就说他这个人取向很难搞，好不好？可是我也不是喜欢豆浆。不是咸豆浆，我就咸豆浆。这样吗？嗯。是豆浆。是哦。这应该要跑台北啊。嗯，对啊，六日才会跑三重。跑台北我很无趣。有那么严重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多久？爸爸。596937六，嗯，叫熊猫啊，叫熊猫啊，叫熊猫要运费，叫我不用运费是不是？还要挑，真的聪明。喂，在帮我买气泡水吗？气泡水，什么气泡水？对，没有味道的都可以。没有味道的，反正有气的，没有味道的就好。只有两瓶之后的。拉尔夫有吗？有。好，那我刚好在拉尔夫。没有味道的气泡水。对对对。Fin 的吗？第二件六折的那个吗？不要有什么口味的那个，嗯，膳食很多很多牌子都有气泡水啊，就是不要口味啊，什么牌子都可以。哦，好，买几瓶？来，好，拜。一个朋友。一个甜的，一个咸的。甜的是咸的，有加。那咸的它里面有肉松，啊，甜的就是豆芋头。嗯。怎么看啊？我不知道，你就要看。怎样？你很饿是不是？你很饿是吧？是。你很饿是吧？是。你先切切片。你很饿是不是？哦，那应该就是那个。然后还是要帮我买别的东西吃。
还是你要吃别的东西吗？卤味咧，那一个辣的卤味咧。辣的卤味。哦，眼睛亮了。可以哦。可以哦。哪一天你胖了可以怪我。想一下要吃什么。那比较远，比较远，嗯，比较远，它在永福街，嗯，那你说的卤味是？就是上次加的那个啊，嗯，加热的，还是五华街也有一家，可是要试试看味道你合不合，嗯，对吧，对吧，嗯，要串一个吗？调掉、啊，罗曼我不吃。我问他哦。很多人在排，不开玩笑。不要说你傻眼，你知道我早上买给彩玉的那个要两个小时呢，平常要两个小时呢。然后彩玉也很问号。对，彩玉也是啊，不好吃啊。哦，好。咸豆浆跟两个饼，可是他有一个饼给大爷，因为他说他不吃甜的。啊？嗯，那个也是要排队的，那个啊，很有名的、啊。双城街跟那个，反正就是不是有一个甜甜圈，很有名，要排队的那个。然后你要吃什么？我去买。要不要浪费？我刚好这人家要买，我顺便买你们的。我想喝血汤。没有啊，就买麻辣烫啊！啊，你不是要鸭血？鸭血啊，还要什么吗？一个面，还好吧，鸭血不是20-30块而已。它这样子有吸一点点啊，大汤就会很。不会啊，我只要用大碗的装。他用多汤干嘛？我认识啊。老说。他是不是说啊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边客，但那个老板我认识。看起来眼睛有点没有到很大。对。然后。他就在眼镜行，哎、欸，就是刷刷锅隔壁啊。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个麻辣烫，那只有一个人。对啊，那有时候两个人呢、啊，不一定。这个帮我解，然后我还有一个袋子，那我哥的。嗯，88 596 937。嗯，还好。1-2。嗯，啊，袋子有算哈。哦，1-4。我哥要喝的啊。好啦。没差。哦，我去帮你买。没有啊，你要我就现在去买，因为不然我就要回家啦。那、啊、你觉得好吃吗？我觉得，你说鸭血吗？鸭血不就那样。水给他一点热水，好好吃泡面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你要吃一下吗？吃过三顾茅庐吗？嗯，可是三顾茅庐的汤头味道，对啊。你要不要试试看那间的鸭血就好，然后我叫他汤中大碗一点。不用到汤一大碗的。对啊。刚刚。什么叫刚刚好就好？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刚刚好，靠背。好了，鸭血的量。好了，你试试看嘛。哎、欸，不过等一下我要领钱呢，因为我们要把所有钱加油卡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请你吃。不要。没差了，没差了，没差了。哎，那现在不用买靠背啊。
我要一份麻辣鸭血，然后你帮我用大的装，然后给他多一点汤，不是我要吃的，我要帮那边的莱尔富妹妹买的。莱尔富的妹妹买的。嗯，对，然后给他拉一点，他能吃啦。是比较可爱的、哪一个？早吃了好多个，我也不知道哪一个。那他们平常早上晚上是固定的、对啊。给他中辣。先给他中辣好，他能吃辣。然后他还问我说好不好吃，我就讲啊，稳的稳的，对，不好吃我就叫他自己跟你讲。你好像你又去那买烟吗？会啊，我这边买烟啊。那他讲的应该是你。那我大概都是买烟。对，就一个讲话有时候不会流嘴的小妹妹。还好啦。没有，你越熟，你会发现他讲话不流嘴，就是会很容易，你讲一讲，他会有很容易有不雅言语出现。不一样啊，国中生那个就是屁啊，对吧？啊，女生那个叫直白啊，对啊。这个是我的，一起算。对啊，他的给他，因为他说他想喝汤，然后又想吃鸭血，我说那我那我来这里买、对。啊，你下次可以问他好不好吃，你就问他，直接问他意见。对，哎。会拖快你，连面一样要煮烂。我传，我直接传给他看的哈。因为其实现在去，不管是早饭还是晚，比较晚一点，那两个妹妹她去，他们都知道也买习惯了，她都会直接帮我拿。这个，好，还是太漂亮了，你认不出来。我对照片有点认不太出来，因为另外一个照片会更骗。对，刚才那个是晚班的。你也知道手机修图这种东西，不要说修图，内建的那个。对啊，有啦，这个是早班的。哦。这个有没有比较明显？对。这个、可是你看他的这张照片，我觉得很不像，可是这个是以前的他讲的。对。那个修图修一修都是这样。对。哎 ，OPPO 手机拍出来都是这样子啊，就自动有美机的效果。美机。